朋友们，你们天天看我视频，是不是都觉得我特别怕老婆？其实不是的，那都是剧情需要，我才是一家之主。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家庭地位。哦，看到吗，家人们，给我做饭吃呢，必须给我伺候的好好的，不然我揍他，他害怕。看我今天怎么教育他。饭做好了？你闲着吧，吓我一跳。我饿了。饿了，饿了，别给他饿了啊！撒点花子不看你就饿了啊！你说，你在干什么？滚！不能吃这吃，饿了吃死你！我限你五分钟之内，饭给我做好，我饿了。饿死死，死死死死死！你天哪！撒子不干净，拿个手机拍拍拍拍。这一遍不算，我刚刚我只是想试探试探他，看看他心情怎么样。接下来我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男人家庭地位。男人必须要面子，面子我必须给找回来。男人必须得硬气，今天这个面子我必须找回来。别点了，接不了！接着！接不了！我不信了！接着！接着！Ha ha ha!